Komm. Bitte. Kuchenball, Halle. Der ist ein feiger Kuchenball. Halle. 最多可以抢，抢三十人不能吃多一点吗？下一个吧。都试试好了。你这一次最多抢50的、100的都行，抢30人都不愿意抢，懒得抢。下一个。30个人直播间都能卖好几单了。嗯呐。人都懒得抢都。哎呀，30都懒得抢啊。<笑> 没有吸引力。董事长给大家发了一个拼手气红包，最高可以抢到30元。玉米啥时候？玉米呢？参与一下。玉米给我拿了一下。抢不到，懒得，不是懒得抢是吧？多点赞，多互动，好不好？关注了，感谢。 有没有收到咱家猪蹄儿的好不好吃，宝妈？好吃，哇，太香了这猪蹄儿，回到家加热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猪脚饭呀，或者是猪脚面呀、猪脚盖饭呀，是不是都可以？可香了，红包可以叠加的，哇，再来一只，助理，嗯。 一整个的大猪蹄儿，宝宝们，一整个的高汤卤制的，可香可香了。嗯，里面都连着筋的，看到没有？连着筋的啊，表面3次剃毛菇，没有一根毛，有一根毛直接给你退。而且它是选用的就是冷鲜猪蹄儿哈。 不是那种冷冻猪蹄儿，也不是什么僵尸猪蹄儿，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猪蹄儿，所以说它吃起来一点那个猪腥味儿啊，猪骚味儿都没有，很香，只有猪蹄的香味儿，宝宝们，只有猪蹄的香味儿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，你可以烤着吃，可以加热一下，可以4把4把炖个白菜，2只不低1760克铁的吧？哇，嗯，可香了，这个辣椒油也特别的香，嗯，哇。 看，关注了，感谢大家关注。推荐这个猪蹄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感谢宝宝。哦，猪后蹄儿，宝妹。 你劈成2半也可以做个烤猪蹄，用空气炸锅烤一下。是的，你在外面买一个烤猪蹄是不是都得要你20吧？20块钱一个，是不是？半个猪蹄哈，那可是半个，咱们是一整个猪蹄，一只才花25块钱，是不是？不是，1300跑完了。这么快就签单？对。再给大家加1000单，49块9，2只猪蹄，一号链接上车。1000单抢好了可以穿了，给力！ 嗯，我现在7:40直播了，宝宝们，直播提前了一些。哇，哎呀，皮带着肉可香了。哇，哇，真香！全部都带着筋的，没有抽筋的啊，宝宝们，可筋道了。 看粽子呀，今天没有粽子呀，粽子活动结束了吗？哥，我问你，嗯，犯困了怎么？嘿，行，行，在做梦，梦里虽然啥都有。下播了，出困了。你说下播了，立马精神了，我告诉你。2000单跑完了。具体啊？ 活动结束了是吗，粽子？嗯，粽子活动结束了。哇，真香！嗯，付款了，给它剃下来。
库存已贴好，刷进盘。给力！哎，不是九点直播吗？我现在提前了，宝宝们，现在是7:40直播了，早播早下播，早下播早休息。大家现在天气也冷了，好多人都睡得比较早一些，是吧？九点播人都睡着了，播谁看？其实抖音流量大，12点播也有人看，只不过我想早睡一会儿，我也想早睡一点，太能吃了，是不是？猪蹄还有五单没付款呢啊！把籽吃进去了，没有。你这不是怀孕了？没有怀孕。好大一个花椒呀！是的。哇，看，都是这种大个花椒了，宝宝们。5年的那种老，就是，10来块钱嘛，一杯奶茶。对。我四吃一个啊，宝宝们。哇 ，QQ 的。而且市面上有很多花椒，吃起来是有一点腥味的，对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有很多应该知道，吃过花椒应该都知道，有些花椒它是比较腥的，但是咱们这个花椒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如果腥味重的话，不敢让你试吃，你看一试腥了退，一试腥退，那不敢的，是不是？咱们这个让你免费去试吃，真的，我觉得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很好吃。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椰奶的味道，椰香的味道，椰奶的味道，然后花椒吃起来是 QQ 的那种。是的，真好吃，我老爱吃这玩意儿，是吧？它里面还有一些燕麦片呀、奇亚籽啊，让你的饱腹感会很强，所以你用它代替早餐呀、晚餐呀、夜宵呀，都是完全可以的。1000单拍完了。超过25岁的女性保养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就是经常加班熬夜的。皮肤状态不如以前的都可以吃花椒，保养就是老样子，不保养就是样子老，是不是？对。99块钱这个是可以让你去坚持的一款花椒，因为加了个价格真的很划算，99块钱到手11罐哈，1号链接来，再加1000单，1000单加好了可以拍了，给力。还有1罐去试吃，宝子您觉得好吃咱就留，不好吃可以联系订单客服啊。全部都是这种整个大花椒，不是碎椒哈，碎椒不值钱的，咱们全部都采用这种5年的这种老花椒。对，还有年份越老它营养价值越高啊。后面那个是你吃剩下的。没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问话，不要，我懒爱喝这个里面的。这个花椒好吃，买过的都说好吃。这个我虽然这几天没有播哈，但每天都有100单的去人的人去回购，都能买，就是回购的人都能，就是就很多，就是那意思，然后就能下单个100-200单，没直播就在我橱窗里买的。我都在你橱窗下单，给我大姑姐二姑姐买。2000单没有了。你不是在自己橱窗里拍，你在我橱窗里拍。我从你橱窗拍，当时我没有。你当时没卖。他不给我。这两天你休息的时候给我。99可以加热吗？可以加热。这个我觉得凉着吃比热着吃好吃，但是天气越来越凉了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吃不了凉的，也得吃热的。你热的时候，你不要放微波炉啊，这个罐子是不可以放微波炉的，你可以放在热水里面。就是带着这个罐子不要打开，放到热水里面去加热一下，就是烫一下，用热水烫一下就可以啊，宝妈。99，11罐，1号链接来，最后95单没付款的踢一下来。95单库存已贴，刷进盘。对对。那会可以吃，但要少吃。